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那个今天这个节目呢叫唱作俱佳。那刚刚那个敲钟的仪式呢，通知大家说我们已经上课了，这样，那就是我们晚上这个节目正式开始。哦，那还没有找到位置的朋友哦，就不要急哦，可能也没有位置了。你们就是还有一些地方都可以坐哦，比如说舞台上面啊，然后草地上哦，大家都可以找地方那个好好休息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演出是叫做唱作俱佳，它是非售票的一个表演，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请大家到铁花坝的地方去做一个低消，低消这个支持铁花村哦，低消以行动来表示。然后今天其实那个人真的蛮多的，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说去点饮料的话，可能会拿到那个号码牌，那你就可以先就坐，然后吧台会叫号码，所以要是在表演的途中呢，吧台突然大喊说几号好了哈，37号好了哈，大家不要受到惊吓哈，这我们就尽力了，我们用一种。人生的方式，我们尽量啦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们会有那个百货公司那个震动的嘛？当然哦，你就知道你的饮料好了，也是有可能。那今天这个活动很特别，这个它叫唱作俱佳，已经铁花村已经超过4年了。那这活动是一开始就有的，那会看到在我的左手边这里有一个黑板，那上面有6个格子，就是说我们在7点的时候开放报名，那如果你有想要表演的朋友，只要去上面填上你的姓名，然后你有自己带自己的乐器来的话，都可以上台和大家做分享。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唱歌或是弹吉他，你也可以表演魔术之类的，或是说一则故事。但那个时间要在3首歌之内，也有人就是跳舞啊，都有发生过，然后甚至有人就唱完一首歌就求婚哦，后来还真的结婚了。早知道我也用这一招。好，那我是那个主持人，我叫志威哥哥，这个人这样称呼我。然后我先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，第一首歌是那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的一个主唱的歌哦，那他们叫929乐团。下礼拜五他们会到铁花村来表演，那就是我当然私心哦，公和私都很推荐大家来看这场表演，所以如果今天唱完这首歌你们不小心鼓掌的话，就可以去买一张票哦。好啦哦，对不起哦，完了，我好像呈现一个自嗨的状态哦。好，那我来唱这首歌，叫《我是为你唱》。属于自己的力量，终于
是为了谁？太阳照耀着地球，地球又为谁在转动？你是我心里的宇宙，你是生命中的律动。如果我是为你唱，世界会不一样？情的弦在震动，美丽声音穿越星空，划破每个寂寞的宇宙。年轻的心还在猜，在每一个未知的未来，不等待错过每段精彩。终于我都懂，我都懂，生命它就是太寂寞，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。终于我都懂，我都懂，生命它就是太寂寞，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。是这个团吗？叫九二九乐团，哦，不认识哦，哦，好吧，哦，真的有这么不红吗？有啦，一定有一些人有听过，哦，有哦，哎，好哎，哦，我们音控大哥有听过，那他们的表演时间是下礼拜五啦，真的就是如果大家，哦，我知道很多是游客，就是。下礼拜五固定在这里，但没有关系，他们外县市也是有表演，好，那个。